你了呀，你了呀，是那十三台警察车去甲抓啦。你哦，对啊。哦，对啊。你有要搞笑无？要搞笑无？车有要卖吗？车有啥物问题？就是阮咧做做车啊。做车呀。哎呀。有啦，我有车来卖。哦，这台，这台，这台袂歹诶，我有介意咧，这台。开早工啊，袂歹呢。我免加油哈，我免加油啊。啊，充电啦。啊，充电啦。充电的啦。嗯。在附近啊。啊，在附近啊。坐这里。哦。我来过庙。哦，庙公啊，庙公呀。有啊有啊有。哎呀。公公啦，哈哈哈哈哈，七斤七斤，对啊对啊，啊你带多位啊？好远啊，好远，我嘛带土城尔，土城骑到车来啊 ！Oh my god！ 哇哦！无啦，我转台中的啦。我无食过。Nice。少年的有食。我。台北关每多一个角落，我捌断过啊！我十二岁就出社会啊！对啊，出社会几年？哦，我六十年啊！你是三十年啊？啊，你出社会三十年？什么三十年？我七十嘛了，七十年了。几岁呢？哈哈哈！哦，你升级哦！哦，你升级哦！可以哦！啊，还可以哦！升级了，升级了。因为我无车那边，因为我临近哦，车给用掉了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以前我咧聊下啊，咧聊下啊，是那十三台警察车去家里啊。拽犯法吗？哎，你告诉我，有哪条法律规定人不能够拽的？阿公，你是咧抓多犯了？我改多两点外钟，啊，这个上一晚林闭路，啊，闭路啊，先聊啊，先讲，还是去审判，到九点外审判。你看你是要搭现金嘛，是要搭什么现金？现金啦，现金啦！十三台警察车给抓。十三台，我抓呀。他个是不是姓张？啊，你是不是姓张？我不是哦。张喜明。我是谁？我姓张。张喜明在哦。张喜明在啊，都唔在啊。你待遇该同款的。十三台，十三台，跟大家通重大通缉要犯，人家有这种待遇。真的，哦，我笑。我们先不用这，下注来啊。哦，结婚啦，结婚啦，对啊。我到多少钱？我太太跟我囝嘛拢到你多少钱？厝尾几多间哈？哎呀，厝尾几多间啊？哎呀，袂歹。你有病？你有病？你话几万一斤，多少万一斤？对啊，三宝罗嘛一斤，三宝斤嘛一斤，无。哈哈哈！无啦，有查某，有查某去斤啦。唔是查某。想看更多，关注抖音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